你相亲干嘛叫我过来啊？我这不是第一次相亲嘛，你在的话还是冒充的话，大大叔公。你就不怕他看上我？怎么可能啊！你长得有没有好看？你说什么？你来的挺早的呀。你误会了，他才是。哎呀，我知道他是你妹妹对吧？看来又是一场误。他从小声音就那样，不多了。让你平时和我顶嘴。你开车来的？对，我开车来的，我自己的车。对，七八万的二手车，还是分期的。你一顿住吗？对，我一个人住，我有一套房子呢。租的房子还是和别人合租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他的舍监。你玩够了没有啊？是我的相亲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是他误会我的。那
情刚刚误会了，他才是小灰灰。啊，这不是女孩子吗？他是男的，我是他舍友，我陪他过来相亲的，他真的是小灰灰。我阿姨没给你我的照片吗？我这个人不以貌取人，我也没找到要照片啊。那这是我的微信。啊，还真是你啊。对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为什么？还没开始聊呢。你比我还漂亮，怕有压力。我想走了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，要不你把他微信留给我吧，我觉得他好像看上我了。滚！你给不给？不给，我删了。当我假装生病，看室友会不会关心我？哎呀，你怎么了，李晨？我突然间感觉我浑身不舒服，喘不过气来。你好端端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而且我上网查，说我好像得了那个什么。你可不能信啊，网上东西都是假的。那好吧，我去做饭了。回来。就你这样子做饭能好吃啊？赶紧坐下休息，有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做。有肚子里哪里不要去啊？乖乖等我回来。好。Later。什么声音？你做个饭怎么动静那么大？立川，事情不是你想要这样子的，你误会我了。误会你了啊？那你干嘛拿我东西啊？给我。我看你身体不舒服，我想把你扔了一下东西呢。这点东西啊，家都快被你搬空了，大哥。越想越气。我以为我生个病你还会关心我呢。谁说我不关心你了？你怎么关心我呀啊？我看你单身，我还准备给你介绍妹子呢。妹子呢？那在哪？你上来，怪你了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我生病了，你就要抛下我这个朋友不管呢。瞎说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知道你不是。哎，你点了外卖啊？等一下。谁啊？你好，是这边卖房吗？卖房，卖什么房？不是说这房的主人不在了吗？我过来看看房啊。啊？爹，你还在啊？小灰灰，吃夜宵。干嘛？不要吵，进去睡觉。吉米，你大伯又回来了。哎，没有，我少了这个蛋叫吉米，我刚给他全名，我打他不出来。你开玩笑吧？你这样子敷一辈子敷不出来啊，有点伤势好不好？这点温度哪够呀？我要你讲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我侧身给打了啊。只压着嘴硬。你穿你过来，快点。干嘛呀？啊？你看，为什么吉米还是敷不出来？你把它放热水壶也没加热啊？啊？对啊，你说温度不够吗？我是不是想让吉米早点出来？他什么时候出来我不知道，但他现在不叫吉米了，那就那就有蛋啊。吉米一定能孵出来。你放袜子里啊？对啊，这都我在网上学的。好家伙，这些小鸡出生就自带脚气。怎么可能啊，这袜子都我新买的。我觉得你还是别瞎折腾了，孵不出来呢。你给我过来啊！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你不要小瞧这一枚土鸡蛋，它可以让我们见识到生命的奇迹。好吧，我不应该打击你。不过还差不多了，我的体温再加上这被子，温度一定没问题。好，那你睡觉的时候别翻身，到时候压坏了怎么办？肯定不会，这都是我的孩子，我的潜意识里面是不会伤害他们的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你看，嗯，有一个在动，你过来看。真的假的呀？你过来看，他是不是在动？对对吧？还真是啊，怎么这么快啊？我就说一定可以的。哇，生命的奇迹！我对。发了工资请我吃饭呢，没问题啊。答应那么爽快，不又是手抓饼吗？你放心，这次你想吃什么随便选。火锅，火锅太油了，你都长痘痘了。烤肉，烤肉太腻了，对你胃不好。烧烤，烧烤很容易上火，你忘了上次了。你什么都不让我吃，故意的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是为你身体着想，关心你呢。那炒菜，全点清淡的，够健康了吧？可以是可以，但这会儿炒菜排队人太多了，轮到我们都已经很晚了。麻辣烫，不健康。牛排，吃不惯。日料，太慢了。烤鱼，太远了。手抓饼，走。嗯，
什么？用我们家厕所？怎么不行呢？都是个小区的呀。我刚把马桶洗干净，而且我这个人还有洁癖。洁癖？你袜子都攒实出来跟我说洁癖，你懂吗？我是打算到时候一块洗，这样省点洗衣粉。你就拉倒吧，都发酵了。反正我不管，我今天就站在这个厕所门口，谁要敢进来，我打断他的腿。来，厕所在这边，对，就在这。对，那个你别客气啊，就当自己家一样，都是一个小区的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是楼下那个妹子啊？哎呀，我知道你喜欢她，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惊喜？我怕惊吓吧，我都没收拾，我头又没洗，还穿个拖鞋。没事的，喜欢你的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细节的。好吧，不过你闻到了没有？什么？她身上喷了香水，真的好香。有多香呀？贼香。贼。什么事？嗯。里面没事了。你疯了，大夏天穿那么多啊。我等他妈出来之前好好打扮一下自己啊。打算告白啊？那不然呢？会不会太早了呀？我又没谈过恋爱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勇气可嘉。我点了西餐到了。西餐？他来是真的用心了。这个就是你说的西餐？不错吧，我还点了辣子呢，是不是很浪漫？这好傻的看起来，浪漫有。来来来。加油加油。那个我们晚上能不能一起吃个。小梅回去吃饭了。啊来了。是。这谁啊？应该是男朋友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谢谢了。好。搞了半天，没想到是有男朋友的呀。啊？你不会哭了吧？放心吧。终于下班了，累死我了。送一天外卖很辛苦吧？那当然了。我给你点了最爱吃的鸡米饭。是吗？嗯。你有新的外卖订单，已为你自动接单，请及时处理。你刚好点的？啊，就在刚刚。不是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去取餐？等下送慢了投诉你。投诉我啊？干嘛？男人都别吃了。哎，雪糕借我咬一口。好。嗯。你干嘛？快玩。你干嘛咬那么大口啊？这雪糕本来就很小，好吧？小？我自己都舍不得吃，这个雪糕很贵。哎呀，你吵什么吵？我都这么自私啊！我都咬进嘴里了，难不成再还给你啊？你说的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哎，美女，一个人在这里转，原来是睡。你能不能配副眼镜啊？你能不能把头发给剪掉啊？我不要。剪不剪？不剪。同学聚会居然不喊我。哎，李川，你还是别去了，他们又没喊你去，多尴尬。那又怎么样呢？这口气我必须得争，好吗？那你晚上不是约了佳琪姐看电影吗？哎，没事，反正他又不喜欢我，无所谓了。那我怎么办？你就坐这边等吧，好吧。洗衣服，没关系。哟，同学们都在啊啊！哎，你来干嘛呀？我来参加同学聚会啊，怎么了？我们好像没叫你啊。你们叫了？没有啊。你们叫了？没有啊。没事，我们这不是自己来了吗？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可是我晚上订的包厢是算好人数的。好尴尬，早知道就不见了。没事，我挤挤嘛，挤挤嘛。挤什么挤啊？你没发现这里的人都不欢迎你吗？我。对啊，大家都不喜欢你，你来干嘛？为了挽回颜面，只能委屈舍友。没关系，大不了我陪我女朋友去逛街嘛。小灰灰，你们不喜欢我，有他喜欢我啊，对吧？当真的认你川哥，你什么时候谈女朋友了？啊、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而且人家找人呢，长得挺好。完了，千万不能让他讲话，否则就穿帮了。哎，谁让你进来的呀？赶紧出去啊！哎，你们等一下啊！来，什么情况？你刚刚吼我干嘛？哎呀，我晚点跟你解释可以吧？啊，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讲？晚点跟你是一样的嘛，反正你在外面不要进去，也不要讲话 ，OK？ 好不好？不会冷啊。那这样吧，这个手机送给你了。哪来？Later。不好意思，大同学们，我来了。干嘛让你女朋友出去啊？哎，她还没有化妆啊，让她进来干嘛呢？真的是。连化妆都这么好看。哎，宇川哥，你女朋友还有闺蜜吗？给我介绍一个呗。有的有的哈，可以。宇川，能给我也介绍一个吗？没问题啊。你们至于吗？跟没见过女孩子呀？她比我好看。有。那这样吧，我就先走，我有事情了，拜拜啊。哎，佳琪，终于找到你了，立川，不是约好请我一起看电影的吗？打电话不接，人也找不到，还让我等那么久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哎，你们别误会，别误会啊！终于我是寂寂